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一加一新青年，我是主持人文小略。怎么样，我们换了一个新环境，瞅啊，多帅。就这样的话，小略更有激情给大家主持啊，看我这个状态。闲话少叙啊，首先咱们来看本期热点。第一条说网曝孙杨女友是90后嫩模。奥运会已经接近尾声了，但是有一些网友吧，对某些周边话题还是经久不衰啊，关注度极高。这不前两天嘛，一个八卦周刊的记者在网上爆料，说孙杨的女友啊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90后嫩模，她叫莫西。哎呀，我就纳闷了啊，长得是挺俊，但是。